I would lean towards LGD's draft, honestly. Even going the final pick support, they got a Rubick in the end. Like I said, it's actually pretty good against this Radiant lineup. They managed to get a strong. 有没有机会拿个一血？海绵这个位置可以冰片，是不是可以封死的？封住了，那一血了。我觉得是 AME 大意了，就是看到海绵冲过来打，这个冰片下不去，所以说了这个波卡的海绵真的是只要有这种路口高坡的地方，你根本就走不了。对的，他的冰片真的。主要是它的成功率很高，就没有见。我是觉得现在是独树一帜的一个海绵，这里又卡住了。啊，是真的没得玩。我已经好几局看到这个 IG 给波波卡选到海绵之后，中路都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你上去就下不来，下来就上不去，对，毒球粘住，就死了。再杀一个，自己送塔。 哎呦，这个对线打的就是太完美了，让这个海绵。哎，这边说大牛这路应该能打得凶一点，但是被冻手了。对，二级 CK 加上一个萨尔直接把大牛打死，没什么太大的帮助。上不了，对打又打不过，然后一输，对没有输出。这边一个两秒晕，又喊过来一个冰片，但是这边有电要电死了，吃了个大药，续了一个命啊，这个大药不吃是肯定死了。 我吃大药人没死，这边吃芒果回头一个两秒晕，但海绵这个状态要等下一个技能，有机会杀一个冰片封住两个。这边躲了一下彩没躲掉，CK 死了，大牛互换，海绵刚才太可惜了，他如果是有两个技能来 ，CK 不会死，大牛过来也不好打，因为这个 DP 手机，你看就是不能下，下来之后上不去了，哎呦，没忍住。 但是你说忍住了，中路挂机也不是办法。是啊，你看着那个兵线在对面高坡上，你中路在挂机不是办法。这里，哎，这是啥配合呀？这个要把自己卡上去，漂亮！哎呀，被秀飞了，秀飞了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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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这个真的厉害。时空跳 CD 又死了。说一句海绵王不过分啊。就容易出事儿。 哎，这边大牛一脚踩是帮虚空断一下，这里过来一张 TP， 拉皮特来了能打吗？这个大牛是一个魂撞了三个英雄，但是这个加工的 buff 要没了，一脚踩，踩住一个。哎，这个三号位虚空的输出真的是线上帮不上忙。还有拉比克，哎，一榔头敲，人又不痛，一榔头，感觉就反杀了。巫医确实前期对线能力要强很多。 哎，这个坡上不去，没办法，真上不去。但是自己被反杀了先，这边可以换一个拉比克。这波是拉比克这个举，往回举跟大牛的踩配合上了，不过成功的配合也是换。放 CD， 这边打一波，自己被抽攻了。萨尔一个 PS 先 P 回血，自己这个血量有点低。 ME 冲过来了一下，一个等离子场，先收掉一个混沌，里边还有个萨尔也跑不掉。 没蓝 T， 第一时间，这波 ME 突然的一波下路支援啊，对，是，他连假腿的钱都没有，哎，这 TP 要被打断，那这个波，啊都不用封住了，混沌又好，其这个人头又没抢到，虚空刚来，稍微晚了一点，蹦过来，照两个的 ME 第一时间给不上输出，大牛过来接一脚踩，有机会，直接剁死一个萨尔，这边 DP。 这个雪球滚的稍微晚了一点，没救到，回头再一个冰片，自己绕一下视野，但是已经没什么操作空间了。是的，波波卡这波也是尽力了。有框大的 PS 回来框大，那么最肥的这个点也是前期战斗力最强的这个点，要被突破了吗？一个冰片封住去路，就在海绵还有一个滚再空一手 ，DP 也是跟过来了，接了一个波。 确实是很肉，对，很艰难，但还是杀掉了那个地方锅。我感觉前期压制虽然全能和 DP 很肥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做好。是这边踩住之后，直接放一个大招自己 TP。对。
混沌太穷太穷了，比对跟一直跟虚空是差。准备拿中塔，这一波老干爹想守，美杜莎也在破了卧，脸上一个美杜莎有大招，美杜莎直接开启大招，虚空一个大招三个，这波完美招大。哇，查理斯这波树林招大，应该是要帮老干爹把这波团非常轻松的打赢了。是的，这波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他突然是从这个右偏这侧树林里蹦出来，当初走这个大牛，肯定要被卖了，对，卖了卖了。皮皮哎，好像还打不死，打断不了，还可以还可以，这波 FI 也跑了，连接手吧，这边基本上说都能打架的装备，这边要找机会看能不能照两个，机会要照大了，对，但是塔后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打，这个运气也非常好，他是吃到了一个隐身符，塔后他照个大，队友就是要顶着塔打了，对，这波绝对不能，特别好，绝对不能冲，这边波卡一个人走出来了。野野神符时间要到了，嗯，就一个人，先拖一下时间。虚空已经树林里藏好了，没看到。但这波其实单照了一个萨尔，这照了就照了，好像杀完直接就没有了。这波团，嗯，就是杀一个人完事了。这边虚空没大，但是 ICDP 也没大。又是一个拉比克，身上偷了一个冰片，这边做了一个视野，看到海面已经破雾了。冲出来，直接一个雪球滚脸，一拳打飞，再拉出来一个晕啊，瞬秒，拉比克是没有任何反应时间。这波终于是把老干爹重塔拿了，但是上路一塔也被带掉了，而且他们也不敢继续推。哦，这波打盾，那上路塔被老干爹没有急着带，是他们抓住了。靠，这里大蛇上高坡，被被动垫了一下，抽弓抽满差不多。充满了，那这波 BKB 剃刀应该能打出不少输出，第一时间全能开了个大。哎，这边是不是有点脱节啊？虚空这里大招没好，跳上来一锤是直接把 DQ 锤死了，这里两秒晕，再加上一个 PS M 也危险，但是没拼过 M 一丝血还没死，拉比克偷了个魔免套给了 M 一，没有被电死，这一波是一波灵幻舞。是的，在虚空没有大的情况下，竟然打了波灵幻舞，而且大牛那个大招是空的。是的，刚才有差，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不是拉比克最后偷了一个魔免给 M1，M1 应该是要被萨尔那个雷霆之息给电死了。对，但是那波其实也就影响一个人的生死了。对，但是更严重的情况还是他们头很铁啊，去追这个电棍，是电棍当时那个弓充满了之后，全能虽然说还是这里全能没有来得及给自己上魔免，直接被罩住了，全能死了，上了也没用。上了也被罩住，还是被锤死了。他的这个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打不了的时候，但是还蛮少有队伍直接的这么快的。就是想找机会嘛，看